面临别离，他们潸然泪下，有百般不舍，有万千感动。往事像泉涌般一幕幕浮现，裹着蜜糖的泪水填在心里，融化在回忆里。一个吻汇聚万语千言，感谢去年夏天那个浪漫约会，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独家记忆。2015年湖北卫视《如果爱》第二季温暖回归，三对情侣以爱之名开启一段真情之约，不一样的浪漫体验，一样的真挚情怀。《如果爱》第二季，为爱出发。